你相信网络有完美的爱情吗？有。不相信。相信。不相信。网络无真爱。网络无真爱。有啊，我相信。我不相信。我还比较现实一点，个人不是很喜欢。或许会有吧，因为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新闻。我觉得挺朦胧的，就是有点神秘，挺美好的。我觉得完美爱情哪儿都能发招。首先得有爱。少。妓女跟总裁跳差不多。有的吧，应该。有很多玩游戏认识了，然后之后在一起结婚了也很多。我之前是玩那个《剑侠情缘二》的，我身边有很多都已经结婚，甚至已经生小孩了。会，比如像那个《剑三》不是继什么《非诚勿扰》之后的又一？没有，没有。因为毕竟是假的吧，有时候可能会头脑发热的那种情况。我相信，因为我的朋友圈当中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就是他们也是通过网络游戏，然后两个人就是相恋，然后再到结婚，然后再到生子。我记得有个词儿叫做奔现，是从《天下三》里面出来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东西挺神奇的，就是可能就是先讲究柏拉图精神上的一些沟通，然后再发现现实中也挺合适的吧。奔现吗？我相信，有去参加过几个游戏的那个落地活动，有奔现，我看到过他们真实的故事，我相信，能够从游戏中奔现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缘分吧，然后如果有，有遇到的话，不管是各种各方面的平台，然后只要遇到那个觉得对的人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开始一段好的感情。我在妹子有话说等你哦，请求关注。